開心參加呢個活動啦。呢個我其實都係期待咗好耐嘅活動嚟嘅。咁因為其實我一路都好有興趣啦。我覺得非常的有趣，這是我第一次參加這個組織辦的活動。覺得自己對呢個大自然付出咗少少努力。我今天去了那個6號的 checkpoint 應該是最難的那個，跟住我哋佢嗰個 checkpoint 係一啲叢林入邊嗰啲，我冇諗過係入去咯，即係啲我以為係即係我會見到我會飛咗佢，但係入到去好似嗰啲綠野仙蹤嗰啲，要行落一條好斜嘅斜路，同埋好多雜草嘅斜路啦。咁成個過程都好有滿足感嘅，因為自己行山咧，平時就唔會行呢啲暗路啊嘛。我真的覺得很開心，因為我本身想像是吃不知自己煮的，原來有得原野燒烤，還有得自己鋸那兩支竹炒，還有得自己起火，哇！真的這些經驗在哪裡找才得的。所以我真的覺得很開心。右上角那裡踩Are you sure? Yes. 哇，OK 啦。即初頭蒙眼嗰陣咧，都有啲冇咁安全感，即我都會即潛意識摸下周圍附近有冇啲可以捉住嘅嘢咁。我就帶得唔係幾好，因為咧我啲表達能力比較差，同埋最重要係我左右不分啦，好大進步空間咁。你都挺有趣的，因為一開頭他就只是說行啦行啦行啦，都增加了不少挑戰性的。不過他之後都指示得很好的，之後到他帶我行那陣，他講指示很清晰咯，就算前面一嚿石仔一粒沙他都有講到咯。我很安全，因為我相信他的東西，同埋都細心咯。
好多新嘢嘗試咯。我之前都有參加過其他嗰啲，即係可能野外定向嗰啲活動，但係我覺得呢個唔同嘅之處就係因為佢係一個即係環，即係比較環保少少嘅活動。今次嘅體驗咧，就令我真係學識多咗植樹嘅技巧啦，而唔係真係單單挖個窿跟住擁埋落去嘅，明白到更多關於植樹上嘅重要性咯，即係可以令到即係找緊泥土啊，就防止水土流失啊等等。今次咧就唔知第幾次植樹嘅我自己就，但係之前嗰啲咧係人哋官方係一早已經 prepare 好曬啦，啲泥都幫你刮鬆曬嘅，但係今次咧就真係自己開荒，真係喺個草地啦，又或者有啲雜草嘅地方咧，真係剪曬草，跟住之後自己再刮窿啊，再種樹嘅，咁呢個體驗係好特別啦。我覺得今次嘅camp 啦嘅體驗都令我好深印象啦。咁如果之後都有植樹活動啦，同埋一啲嘅歷奇訓練活動咧，我都會再出席嘅，係啦。裡面咧，除咗用字啦，仲有好多能力上的訓練啦，我們要學法文啦，我們要去學這個綠洲啦，怎樣可以在一些緊張的 緊張的情況下我們運用到我們學到的東西去達到我們的任務。原來種一棵樹是這麼難，是很重的樹苗，即是我們要由碼頭那裡拿過去上山，是拿到手的青筋都現了形，即是每一棵樹都是很不容易地得回來，會學到一些求生的技能，譬如怎樣在在一個野外度拎住嗰支竹，我哋要劈開佢變做一個燒烤叉攞嚟燒嘢食啦！我覺得呢個係第一次玩，同埋真係好神奇咯，成件事。Hello。觀星啦，係啦，咁好凍，係啦，但係好多星體，係啦，所以希望就下次都咁嘅天氣啦。今次我哋嚟咗十几日嘅马达加斯加啦，咁呢个旅程系可以用平淡得嚟带啲刺激嚟形容。提到马达加斯加嘅人咧，就同香港嗰啲好唔同嘅。咁虽然佢哋好穷，但系穷得嚟都有啲天真，所以咧都冇太多好花心思咁样需要谂好多嘢。同我本身的印象是有些不同啦，咁因為本身馬達加斯加俾人的印象就是講緊話去雨林啊，去了解一下大自然，但係其實你去到首都一降落的時候，已經覺得情況不妙啦，全部都光秃秃的，
我呢一度咧啲工具係落後啲嘅啦，除草啊，跟住挖窿啊，咩都係用嗰個鏟嚟做。自己落手落腳做嘅時候係更加辛苦啦，因為本身嗰個地質又唔係太好，係咪先？人嗰啲消耗嗰啲資源太多，可能令到一啲地方可能要斬樹，可能俾翻我哋啲城市人用咁，係咯，咁可能會體驗完之後可能會減少啲浪費咯。超級辛苦，歷時十幾個鐘。嗰啲手作啊，都好互相幫忙啊，呢一點咧係好珍貴嘅，即係人與人之間互相幫忙。啊，都好開心啊！一學到好多成結成嘅技巧啦，咁就希望下次可以有得睇翻，即係學翻天文學啦，又可以學翻水上。大家繼續玩，謝謝。即係我第一個訓練營，其實都想訓練到大家知道自己嘅自動自覺，可能可以會做得好啲咯。Edmund、Stephen、Cody、Shadow、Sarah。Emmons, Stephen, Cody, Shadow, Sarah, Carmen, Carrie, Maggie。 我的 partner 就是 Stephen， 其實我覺得 Stephen 帶得很好，即是他全程都拖實我，所以我覺得都挺有安全感。我的表達能力比較差，還有最重要是我左右不分，所以經常都叫他搭右邊，但明明舊石就在左邊。我是 Stephen，我就首先帶Sarah行先啦。其實我都看到那段路是怎樣的，即我有個大概的印象的，所以我之後蒙眼的時候都大概知道怎樣行的。我都將我的安全感交給Sarah，捉實她的這樣去行。不過就有些落山的位置都會有些害怕。我的 partner 帶都帶得幾好嘅，因為第一次是我去我蒙眼，咁轉個頭咧就因為佢蒙眼，咁其實我都唔係好需要俾太多指示。咁你自己行嗰陣個感受係咩啊？第一次。都冇乜難度，因為我都好信任下佢，因為有陣時經過有陣時會棘到嘅，棘到啲樹根咁，之後佢就即刻停，咁都好關，即係關心下佢做咩啦，係啊。都 OK 嘅。夜行啊。有 partner 點啊你？我覺得就係佢啲 instruction 有陣時有啲唔係好清晰咯，即係就搞到我會係咁問佢話係咪呢度？係咪呢度？咁樣咯。跟住但係佢好嘅就係佢會一直都即係佢知道我驚，就會一直都拍我話唔使驚啊，就係到啦，就係到噶啦咁樣咯。我 partner 係 Alan 啦，咁佢瞓緊覺啦。咁我咧佢帶得我都幾好嘅，因為佢。好清晰啦，佢俾啲指示，即係佢係講埋幾多點啊，咁即係我自己方向感又比較好啦，所以即係知道。爭自己。仲有叫阿 Ken 嘅人啦，咁咧佢咧就帶住我哋行路喎。係啊。哦，原裝嗰個就係你。係啦，跟住我哋就要去咗分叉路之後，再落多次去，之後再等多次，之後再行第二 part 啦，所以就係咁啦。唔好開心。是啊，所以即系嗰人就瞓着咗咯，而家俾你折磨成咁啦，知啊？我觉得系俾你折磨。有关事。我个组尾系 Helen 啊，跟住我觉得其实佢组完都 OK， 唔系佢做咩啊 ？partner， 跟住我觉得佢带得很好咯，即系佢会同我讲，即系佢，我觉得佢好细心咯，佢系点即系会提我隔篱个声，隔篱。
佢係喺度做乜寫呢個字，好搞笑啊！跟住係啦，我覺得佢帶得好好咯。跟住我覺得我帶佢嗰陣，我唔知啊，因為我啲表達能力比較差，跟住我就叫佢搭住我膊頭，跟住捉住我手，跟住你跟住我行啦咁樣咯。唔知自己講乜，佢就知道想即係知道自己要點樣行咯。我覺得好神奇。啊，到佢帶我行嗰陣，佢講指示好清晰咯，就算前面一嚿石仔一粒沙，佢都有講到咯。我真係見到，我見到條路好平咯，乜都冇咯。咁你自己行嗰陣有咩感受啊？我好安全，唔係因為我相信佢嘅嘢啊，同埋都細心咯。嗯，係啊，唔係佢都覺得清晰嘅，同埋第一次我又覺得唔驚咯。佢扮瞓覺啦，咁我係早瞓，幾有趣嘅，因為一開頭佢就淨係講行啦。行啦，咁都增加咗唔少挑戰性嘅。不過佢之後都指示得好好嘅。老實講，已經探索緊嘅。係啊。但係你又拖住佢嘅。咁佢。即係你唔信佢喎，係咪啊？開頭都有啲嘅。咁你有冇諗過同佢講啊？下次會改進嘅。點點嘅星光啦，咁係好特別啦。我哋嗰一晚都坐爛咗唔少嘅床頭，冇褸嘅或者著唔夠衫嘅人就冷親啦，唔係好冷親嘅，佢咪著個垃圾袋咪當係件衫咯，或者當雨衣咯。咁講，我覺得呢、這個都俾咗好多好新鮮同埋好刺激嘅體驗俾我哋啦，我試咗好多新嘅嘢啦，包括去一齊天天令佢做一個祝福出嚟啦。咁當中我最中意嘅就係力奇啦，同埋整竹筏咯，都覺得好好玩咯。同埋今日行山去種樹嗰個體驗都好正咧，因為我哋平時好少會咁樣單喺咁多樹上去山度種嘢。係咯，好難得俾到一個咁好嘅機會，你咁坐一天，我哋全部唔會坐嘢。係，因為我之前都冇植樹嘅經驗，所以今次行咗咁大段、咁長、咁斜嘅路上去，都覺得好滿足嘅。嗯，係。第一次整嗰個竹筏啦，覺得係一個好好嘅經驗啦。最感受深嘅係去夜晚去種樹啦，咁因為都未試過，可能真係去紅樹林嗰邊，仲要可能濕曬只腳啊，咁發覺其實每一棵又唔都好愛護咁樣樣嘅。今次經驗都好難忘嘅，同班隊友一齊經歷下甘苦啦，一齊享受，一齊捱苦嘅，所以都好開心嘅。今次就係呢個 camp 真係可以俾我覺得團結係好重要嘅。同伴之間因為會信任，所以就算可能今次特登想賺好長嘅路去種樹咧，都會覺得好值得咯。同埋覺得每一棵樹苗都好珍貴，因為你行咗咁長。山長水遠話攀山涉水咁啦，種一棵樹你就會覺得你一定要種咗落去先會覺得係值得幾條係呢條長征係啊。好咁我最深刻嘅嘢都係啱啱植樹啦，因為之前未試過嘅，咁就未試過喺山邊嗰度去插棵樹苗啊，咁樣去等佢生長喎。咁我覺得個體驗係好難忘嘅，因為雖然可能大家行咗好遠路都出咗山頭，咁但係都覺得係好值得嘅成件事。我都係最難忘都係植樹啦，因為本身以為植樹好簡單，淨係播種咁，但係估唔到原來當中都要預備好多唔同嘅工具啊，唔同嘅架撐去種嘢啦。係，我覺得好難忘。咁除咗植樹之外咧，我就覺得最深刻就係觀星啦，因為平時都冇乜機會有一個專人去講解觀星啊嘛，我哋自己睇都係睇到好似閃閃下嗰啲，就我覺得幾有趣嘅。
呢幾日呢用少咗手機啊，幾乎冇用過啦，咁樣反而仲開心囉，覺得接觸多啲大自然，個人呢都開心咗啲。啲好難忘啦，同班隊友一齊共甘苦共患難嘅，一齊捱苦啦，一齊享受啦，所以今次係好值得嘅一次嘅 camp 嘅。OK。哦 ，Hello， 我係 Mandy 啊，我覺得中學好玩同埋 Terry 就好好。好好好下展都會更加貴。好，咁大家真係第一次孭住咁大嘅露營背囊去行山。平時係一係露營，一係行山，就未試過兩樣加埋一齊，即係所以都真係有啲挑戰性。我冇睇緊嘅。已經好耐都冇試過行山，同埋我覺得呢個活動都好有挑戰性啦。咁所以如果遇到一個最挑戰嘅朋友，都可以嚟參加。呢個力奇訓練係好特別啦，因為玩咗好多唔同嘅力奇嘅訓練。咁除咗可以令到我哋即係會學識獨立之外咧，仲識得去點樣同人哋溝通，我覺得好。同兩個隊員一起去種了三棵樹，咁總共行了5小時，所以知道原來種樹是需要很多很多 efforts。咁然後知道整個 program 其實都是啲義工去 run 嘅，咁所以大家為了綠化香港呢件事很有 dedication。咁自己辛苦完之後個 appreciation 都大咗。我叫 Tiffin 啦，咁平時喺城市啊，好少接觸到大自然啊。今次可以接觸到大自然啦，覺得愛上咗大自然啦，覺得大自然好奇妙啊，同埋嗰種樹嗰一 part 令我感受好深刻啊。咁以後會種多啲樹啊，為香港出一分力嘅，大自然家。Hello， 我係 Eve。呢幾日咧冇用手機咧，個心情愉快咗好多啦，因為咧好多綠色嘅嘢啦，好多大自然啦，之後咧吸啲空氣又清新咗，身體都好咗。記得參加呢個活動。我係 Esther。係啊，好開心啊！呢個 camp 識到好多人啦，咁同埋植樹自己種樹咯。我叫阿昌啦，咁我今次咧參加大夏第48年嘅咁我覺得好開心，亦都好有意思。咁啊，大家一齊喺植樹啦，咁樣做一啲係綠化保護嘅環境有影嘅事情啦。咁而且亦都認識到好多人喺附近，咁我覺得呢件事係幾好嘅。咁啊，希望以後大家都一齊去同佢植樹啦。好啦，而家咧仲有15分鐘咧，就係差唔多9點鐘。咁頭先咧，我都係琴晚我哋通宵咁樣啦，又可能中暑啊等等啦。咁其實我都係翻咗房休息15分鐘，但係我哋咧都係得15分鐘午餐，係因為我哋咧15分鐘之後咧就已經係打緊風球啦。咁我哋琴晚咧係經歷咗一場好大嘅風雨啦，然後喺呢個風雨中咧，我哋都係抱緊船，即係當我哋好辛苦上到山嘅時候咧，我哋知道如果我哋中咗一棵咧，就得一棵。咁呢個感覺咧，我哋冇好深刻嘅。其次咧就係我清潔沙灘嘅時候啦，曾經有個隔離嘅朋友啦，組員就話我哋執得幾多得幾多，因為我哋今次執完咧，唔知道下次幾時會再有人嚟啊。咁呢一句咧都係令我好深刻嘅，因為真係親身經歷過，係知道有好多垃圾啦，係極度之臭啦。咁我諗大家都唔願意做，咁我哋係咪做緊一樣好偉大嘅事咧？我覺得唔係。咁而朋友啊、屋人都覺得點解咁辛苦啊？打風大雨都要去。咁其實我講緊就係因為我哋唔係做緊一樣好偉大嘅事，我哋每一個人嘅力咧係好少嘅，我哋只係做翻我哋應有本分。但係只要我相信咧，每人咧做好呢一個應該本分咧，一定會有我哋一個想要嘅美好嘅香港。如果我哋想你嘅下一代或者你嘅朋友咧，繼續可以見到呢一個咁靚嘅香港咧，我哋要有個希望，就係可以有個大家都盡一分力啦。咁同埋咧喺呢個過程入邊咧，因為好難忘，我覺得咧彼此嘅經歷咧係令我揾到自己嘅同行者嘅。咁如果你已經係揀咗去參加呢個活動咧，咁我恭喜你啦。咁但係如果唔係咧，你
有意感喎，咁我可以話俾你聽，反一千次不如做一次。前途好黑啦，因為冇燈光喎，咁樣咧咁就。摸一刻咁樣上咗山，咁又唔知道個 cam 西係喺左邊啦、前面啦、後邊定後邊喎，咁樣咧就我繼續行啦，咁繼續行行到咧都係繼續行喎，都嗌我救命嘅，不過咧原來都未必有人聽到嘅。跣落去啦，咁跣落去咧，咁其實啲樹都幾好用啊，啲樹咧就都救人好多條命咁啦。咁不過可能都已經犧牲咗好多生命啦。起碼保得住我嘅生命咧，可以感染更多生命咧，就去種植更多生命啦。哇！聽講你啱啱嗰個山頭好多山豬喎。哇！好多山豬啊，仲有好多狗添啊！我喺行到未到泳灘咧，我已經想翻轉頭啊！我想翻去碼頭嗰個士多咧買翻電筒啊，跟住咧但係行翻轉頭好似好戇居咁，之後咧又冇翻去。咁你電話冇電嘅時候，你點打電話揾我哋㗎？你係記低咗我哋嘅電話？我記低咗個電話，跟住去咗士多度打咁樣咯。跟住咧喺其實嗰度都有個居民話：，哇，嗰度上山喎，嗰度好黑喎。咁其實泳灘應該唔會黑得去邊啊嘛。咁跟住原來真係好黑嘅喎。記得帶電話，同埋咧即係插足電，同埋帶電筒，因為咧就蕩失路啦。我哋自己用跟住地圖去揾路啊，去翻嗰個目的地啊，亦都有好多 teamwork 咧，就係我哋一齊做嘅，包括就係一齊揾路啦，同埋咧去進行一啲任務，包括係野外定向啦，我哋可以去揾 checkpoint。嘅體驗咧，就令我真係學識多咗植樹嘅技巧啦，而唔係真係單單挖個窿跟住擁埋落去嘅。今次聽有好多新嘅嘗試咯，見到嗰啲垃圾真係好多嘅，仲要係我哋上岸嗰個沙灘咧，本身嗰啲垃圾都本身俾我哋清咗之後咧，我哋去完翻嚟有好多垃圾喺度，仲有好多魚嘅死屍啊嗰啲啦，咁見到大自然污染都真係好緊要嘅。咁9月25號夜晚水口村。花了很多的人力物力去做，但最重要就是我們有了個硬件都有軟件，很榮幸地軟件其實我們16個組員都非常好的，對了，很多阿 Sir 在背後都跟我們說啊，他們年紀是小但又非常之團結，大家都很合拍，很嘗試，很勇於去創新，對了，所以非常之難得的，對了，希望大家10年後都是這樣，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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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啦，這個活動可以繼續下去啦，
更加多嘅人認識到咧樹木對我哋世界嘅重要性啦。咁同埋好多謝一班幕後嘅工作人員去搞呢個活動啦，同埋好多謝同我一班嘅青年大使啦，同我經歷咗一年嘅活動啦。今次我記得都係好充實嘅，將我哋帶嚟嘅好多唔同嘅樹苗要喺段時間內去要擺曬落去種啦，咁樣咁其實地方咧要做好多準備嘅功夫。要準備一個很合適 的地方給他，那你都要選一個地方其實是可以令到他之後有可以有雨水有陽光照射的，那所以才可以生到一棵好的一個新的樹。所以我想這個這個的 experience 其實都很難得的，因為始終我之前都很少接觸一些環保類型的工作，所以都很興奮即可以參加這個計劃，那認識多少少怎樣去將這個小樹苗去擺落泥土裡。身邊的很多 join 這個計劃的朋友其實都自己本身的學識都很廣泛，所以其實在他們身上都可以學到很多嘢。我們會盡量做得好一點。是啦，那你們精英來的嘛，謝謝他們。我覺得其實宵夜吃的是沒什麼東西，因為我覺得那個新貨其實我都沒什麼參與到，不過我覺得整竹槍真的很搞笑，就是我覺得那些槍原來都挺好用，用竹我覺得好用過平時的燒烤槍。今次你今天野外定向的感受，今天野外定向都挺難忘的，因為都是第一次用一個假的地圖，之後那些東西我睇過份圖真㗎，唔係啊，係假㗎。你可以留意一下對下咧，佢啲墳墓咧係假嘅，即係喺呢個村入邊咧，就識翻出咗班朋友啦。佢哋雖然係唔同年齡啦，佢哋係唔同工作背景啦，或者讀書嘅，但係好似一班好有熱血嘅青年咁樣咧，佢哋一齊去為住環保去做一分力啦。我覺得呢個 camp 真係好好。我以往是一个对 Google Map 依赖很大的人的，但是在训练里面呢有个环节呢，我们就是可以靠 Google Map 的，基本上应该说就算你用了 Google Map， 因为有些路呢在 Google Map 是没有的，你一定要靠指地图去找回那条地的路线。咁當然啦，我哋係用咗比預期多好多嘅時間啦。但係其實我覺得都真係有用嘅，因為假設你係想從事一個環評工作嘅話，你要實地考察，其實好多時你真係要靠指地圖嘅。所以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唔錯嘅機會俾你實習嘅。其實以前咧，我真係未試過落手落腳去種棵嘢，唔好話樹啦。咁當我自己親手去做嘅時候，先知道哇，原來種樹係咁困難嘅。由一開始你拎住一堆架撐好重嘅咁樣上山啦，慢慢沿咗上去，你成個人都冇曬力噶啦上去。咁之後咧，你仲要用盡翻你剩低嘅氣力去挖窿喎。哇！跟住我仲記得我哋當時攞四個大鋤頭去。咁其實咧啲泥其實非常硬嘅，我係冇諗到咧，我哋四個大鋤頭嚟俾我哋可以玩到咧係兩個壞咗嘅。我覺得今次佢營造人生中係比較難忘一次 camp 嚟嘅。咁點解咧？因為其實我記得啦，當日訓練營咧其實係晏昼嘅时候系风和日丽嘅天气，唉，冇谂到咧，夜晚突然会系横风横雨啊，咁然后仲要收到消息咧，话第二日会刮八号啊，咁之后咧，我哋仲要冒住大雨咁嚟植树啊，所以其实成个你系觉得好辛苦，你好难忘，你唔可能会忘记呢一个训练营嘅。咁同埋今次嘅活动令到我明白咗坚持嘅重要性。当天文台话咗第二日会刮八号啦，我哋嘅行程要改啦，就因为要将两日缩成为一日啦。咁咧，我聽完呢句之後咧，望一望個行程表，跟住話：哇！咁但係我哋成班團友，即係成班嘅訓練嘅營友啦，我哋都一齊堅持到最後啦，仲有包括所有嘅工作人員啦。咁我哋中途亦都冇人話需要退出啊。其實我哋當時可能個個都好眼瞓、好攰，跟住嚟通宵都要完成我哋所有嘅事。堅守最後一刻呢個心咧，我覺得其實係對保護環境嘅都好有重要。然後呢，它的那個剛好這邊是120米的高層，然後對面是。另外一座高山，所以我以为是往那边走，但是上面的路确实很难走。大家明白为什么百万森林计划是要在全球各地都要 去宣传，或者特别是抗衡这个全球暖化、气候变化等等温室、效应等等的问题里面，其实它不单只是有教育的意义，也都有实际的作用。参加完这个计划之后呢，就对于聯合國合下的一個香港區的這個項目呢，就了解了更加多咯。樹
大自然入面好珍贵嘅资源啦，十年嘅树木啦，百年嘅树人咁样，都前人种树，后人乘凉，咁可以俾到我哋嘅下一代人去享受到呢啲咁嘅福利。听讲三百车要吉普车，成部。放心，我哋今次上次系唔同嘅，佢头先好开心啊，都系唔同上次。上次真系大家俾个可能俾个喊口俾大家，咁今日都好轻松。好玩啊！最上面咁樣，你睇你嘅正後邊先叫麻煩。佢係真係彈簧仔嗰個迴旋處嗰位啊，個飛刀步。好，咁啊，高温收到。高温你收唔收到？因為高温收唔到啊嘛。高飛咧？我哋高，請問高温嘅嗰個位置喺邊？係咪繞住？係咪？爸爸，我真係崩潰咗。啊！你一打都未食喎，食啊！咁即係話會喺邊度？然後再直接。咦？你從來冇後退呢樣嘢喎？呢個人生幾好啊！需要啊，係咁樣啊。你攞得仲可以嘅嘢都唔再得噶啦。摸住塊嘅味道啦。再落啲，再嚟，俾冇心，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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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分啊！嚇！你踩到只腳點得唔得？嗰啲腳，唔係啲蹄係喺大嚿嗰啲啊。唔係呢個唔夠溝喎。一二三。攞住先。點解手快嘅？你係優嚟手咯。哦，呢個嗰個飯箱，
但係唔會短到得一隻手噶嘛。咁咪針水喺眼嗰度入去有推個窿出嚟俾佢就得啫。
行前少少去到個輪領位啊，你話喺呢度啊？嚇？好啊，好啊。輪領位咧，但係咧，如果落新造出嘅位置咧，佢咧就會係會隨住時間而變化嘅。都是同一個新人，呢個是香港影的，香港影的，這個方面呢，就見到我的人仔，光頭，你這個是香港人，你這個是香港人，I'm gonna go get some more.
咁我哋可以得分奖啊！即系住自己当冇事发生，系咯。最后嗰啲攞到位置，大概啦。二队，你有冇二队啊？你打一打全队系攞住，人家唔系推走咗噶。你攞佢之前一蚊蚊奖出嚟啊！OK 啊，
整个家里看。上去，真的。系，冇錯，非常之唔錯。佢太深啦，喂，太深啦，水浸啦。攝影師，唔該你啊。唔該。行山嘅時候咧，即係有啲類似安土嗰啲嘢。OK， 山。好多咯，仲係冇，我飛到啲叫等級。你有冇睇連身片啊？你我你黑白車先。哇 ，Kitty 姐你真係有嘢啊！我哋要買埋先，係啊，買低咗。拜拜。有啦有啦有啦。真係真係，我都覺啊。呢個位置聽煙。唔係啊，佢會整緊，係啊，走嚟走去。好啊，呢個問題啊。咁係啊。打你話嚇，嚇。請白。你話你唔緊要嘅。你打咩嘢咯？唔係把條腿喺度，唔再位。得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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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唔需要條梯，即係佢意思係可以喺呢條度嗰個度約。加條喎，嗰條梯。咁即係前面嗰啲都係熱噶啦，咁我哋去嗰邊試下水，如果要嗰邊啲水凍嘅話咧就。啊！我呢個鼻嘅整爛咗條帶機啊！好啊！兩個。好難呢度。一人攞，一人攞，一人攞。
各位同學，十五分鐘後出發。我哋整埋呢個嚼曬呢度。其實呢度就有個點啊，有啲人咗。烏蠅唔係上去咩？上咩名字咯？上去咯。但我哋係要上去咩？我哋填下石先喺度。準備有嘢睇，準備有嘢睇。十五分鐘頭。唔好推，唔好推，唔好推。就咁睇啲先啦。反正我都報仇啦，嚟啦。我哋試一試，我出嚟嘅。帶佢咁遠。喂！佢嘴食嘢。你唔好嚟！我嚟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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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嚟系，冇事冇事，冇事噶。演左鱼又买咯，喂喂喂喂喂喂，喂你挖到死啊！挖到死！你揸住先啦，你揸住先啦，揸住先啦。後面啊！我啦，成個啦，加油！加油！
见到我哋，真系丢架，有水有水啊！真系有水。
其實啱啱跪完之後咧，應該好難。你好，我位置最近係可以過到你嘅，聽唔聽到啊？我聽唔到，聽唔到，我知邊度啊？咩？好啊。因為阿芬咧有一個好大嘅事咧，你問佢想點處理？好嘅，打打七嘅位置，我另一個啲即係東林碼頭隔離嗰個公眾碼頭，係啦。咁佢上次嚟已經係2016年，就佢哋都會即係想啲比較特別。咁我可能我哋我行到少都，我覺得冇特別冇所謂，大家再聽啦。然後去到某個山頭，達唐山之後，我哋會向北行嘅。而家你入咗咪東面啊？嗱，你又係山人嚟啊？入到去，你試咗呢條先啊？我跟住我哋嗰邊擺個 face key 喺度。同阿 Billy 講，咁啊，你哋而家咩情況好啊？啱啱我哋就喺呢個位停咗啦。之後你就諗點行咧？再 call 如果冇反應，感覺上好似係個山坳個位置啊。想問下咩山坳個位置？唔該。佢哋話嗰個山坳，即係兩座山中間嗰個人生嘅低谷啊！佢講1020北面嘅山谷仔。其實我哋見到啲咩先係叫啱咧？嗰條路。我想問你現在條路是不是一直落車，見不到其他高點？好的，往前啊，可以一直上去的，對面也有座山這樣咯。好啊，那就是了，我們相信你一條路是正確的。好的，我們去了，如果你想肯定一點，我有兩個勇士一起下來，下來因為我們帶大家一起走路啊。你嗰个泳池咧落嚟嘅时候，又要谂下攞唔攞埋啲嘢啊！如果再行翻上去都急啊！我拎呢啲得唔得？你就谂下谂下，揞下揞下个箱，黐埋啲，坐得急晒落个肚度。咁我哋第一组行先啦。你有冇多啲？表示。苏坤仁阿庄，你喺边个啊？悬崖咁，悬崖先落去嘅呢个。系咯，即系右边应该系有啲耷咗落去。耷落去。我哋啱啱過咗個窿啊！想問咧，頭先你所講個窿咧，可唔可以描述一下？因為若果我哋行你嗰條路，我哋可能有機會會經過。好嘅。行到落嚟，跟住左邊會有個窿嘅，跟住你向右邊行就得噶啦。好，歡迎第二組。咁咧咧，我哋呢條路咧就其實係算係好崎嶇嘅。咁但係咧，我哋如果照你咁講，如果你嗰條路咧同我哋可能會相遇，咁係咪即係話我哋呢條係勁大難啲啊 ？Over。
四组可能第一组冇射俾我单 ，over。我哋而家上翻嚟个友谊不缺位，你哋系咪喺嗰度等我哋？然后你哋都话顺利嘅，条系啱啊。讲啦，等啊。第一第二组可能第一组，我哋决定唔等你，因为听讲好似你哋行得好落，咁我哋唔花时间啦，我哋落咗去 ，bam 咗，再同你单声啦。咁有冇人喺呢个位等佢哋啊？我哋全員設定有猶豫不決的位置 ，over。你問下佢哋而家打算？我哋而家翻返上嚟啦。哦，等埋啦。咁我哋原地位置等你哋。你送翻舊紙出嚟120嗰個位置，即係猶豫不決位置 ，over。翻緊上嚟 ，over。喂，記住留意右手邊好大個坑。嚟到啊！20米。呢個好慘。我已經只腳。你攞鏟過嚟啊！后面传啦，帮手系啦，系。跟住后面接接后啦，去到。好，咁得。我见到成滑梯嘅碌啊。系啊。你条裤劲多草。真系劲。我扑住啊！好，掌声鼓励。好似旷工啊！我未曾觉得夜晚黑系可以爆呢啲林嘅，估唔到一日要经历咁多次。我都系第二次迷路咧。迷路，你今次失望之后，原来系唔系希望，系绝望。有冇？睇指南针科。
喺邊度整蛋糕？我唔知喎。呢度咯。呢度乜嘢事？唔使走啊！咁啱你一齊走。正啊！好，終於搞掂啦！哦，咩叫乾柴烈火？破開四個啊！頭先用竹刀啦，咪圓形咁咪將佢一分為四咯。好切粒定切咩啊？好，佢草夠然後先有啊，有依度有。慢住先。先有呢個就好咯。啊，即係你想入去前面溝個中線出嚟，最緊要你夾佢啫。誒，多埋係啦。咁我哋可以啊。工場就一般嘅一般。咁樣就真係。咁啊，你要分開塑膠邊個先？塑膠呢個係 PVC 嚟嘅，啊 PET 嚟。好啊，你要对。好啦，你左松啲，右边先。咁我去听日先啦，听日有张梳化要执。之前係啦，因為陣間可能黐咗，再黐咗。因為我諗，我哋其實應該要喺嗰個頭先個位置。嚟啊！嚟㗎！哇！呢個未得。係時間咩？唔係，其實即係個時間好臭，係啊。係咪就係嚟部試咗教㗎？要咩咯？提示寫了一些什麼停停等我停又拍了又拍你了哎呀我又拍了喂，唔好圍住啊！期望先，環遊世界。去落波，係，唔好俾佢擊到腳。好穩陣。OK， 手都係啊。世界和平啊！支唔支持我？支持。好，咁好上。遇到更加多新嘅事物，識多啲唔同。同類型嘅朋友，學多啲環保嘅知識啦，為地球貢獻翻少少薄力啦。期望喎，期望。快啲落去。呢個期望我唔得嘅喎。
彈力好快啊，唔睇嘅。咁好簡單啫，你每一下腳咧要食嘅。係啦，你見到佢。我哋醒多嘛，一陣再講過咪得咯。有張相啊！我個大字啊，唔知我唔見咗兩支喎。哦，我先照覺得㗎。講解。
冇咗個扣，扣太短啦，要拉翻長。唔係啊，佢有邊冇扣啊？你都要去換㗎啦。呢度個扣唔係一扣嚟㗎。冇咗個攬 ，O K 嘅，沖涼 O K 嘅，浸。有啊，上。快拉啊！我低咗兩塊。嗱，女仔喺前面噶，如果男女一，呢度康文署个泳滩系游水嘅，但系你哋咪高锁啦，高锁都系游。呢啲一二三四六一八一。上方形成了一個障礙，咁令到你搬運的時間不是咁方便，要你自己考慮翻，即係個實際因為成傑咧就，係啊，唔曬嘅咯。點會咁差嘅？出發點可能超過一，即係非常之正常。One feet， 最後一樣嘢係講個 stress 啊！嗱 ，stress 咧，頭先你見到嗱，你都聽到啦，砰砰聲咁啊！呢個咧，你見到其實喺度影緊，喺度做緊訪問啫嘛，都會有啊嘛。我哋平時就係咁噶，即係做緊手術又好，各方面都好。咁你話有冇 stress 咧？就點都有。啊，五億銀幣咁啊！啊，一百強啊！啊，係咪？我哋明不過有一個。一個原本新的地方咧，你有冇玩啊？你嗰個係天星嚟嘅，出邊蟲好多，所以即係玩，即係執翻個最低工資咯。如果唔夠，我又要唔好攞佢蜜糖啦，佢就俾佢過夏天，咁佢就安全過夏天。唔攞足佢，佢可以過夏天嘅。即係留翻啲俾佢咯，唔好攞咁盡咯。你攞得佢盡，又要揾錢。聰明有咩分別啊？嗯，兩蚊得，人為咗得，係小朋友㗎。咁佢唔會問我好多啦，淨係話，我淨係你想畫嘅昆蟲或者植物就得㗎啦。所以又停曬。係啊，係啊，係啊。咁而家係。又不知道養生又抗癌的東西啦，無花果呢？無花果隔離那些得兩百葉那棵就無花果了。無花果再美白過好煩啊。咁所以而家啲美容產品就會嚟緊會推出，除咗金盞花啦，種嗰啲黑麻咧用咩土？一般你香港買到嘅土壤咧就係我哋叫做泥炭土。泥炭土係咩嚟嘅？你見過青苔地啊？鏟咗之後出嚟咧，其實依樣一個都係叫泥炭土。因為正方形就冇嘅，唔係啊，係因為有翻版，好膠，好正喎，都木條嚟嘅。我操！哎呀，六億啊！
就可以抌出去。好，豬狗一啖可以就抌咗佢啦。係嘅。唔使打。仲有冇啊？跟住。哇！掂。咁佢又可以。跟住依家要唔要？係啊，依家要喎。有冇針過啊？佢哋慣咗污糟。即係中。有有可以拎去煲。咁啊，有冇事？冇錯。好，咁咧，誒，其他人咧，咁咧，咁咧，即係大家。咩話？啱啱嗰塊，好快嘅。好啦，咁咧，我哋而家係慢慢嚟，多啲力係咯。諗住由頭開始到尾都係佢嘅。先擺嗰邊，你越耐嘅話越嗰嗰度有嚿細細地嗰嚿喺度快飛咗嘅依度，好成功。就用佢嚟浸酒，攞嚟做調酒酒。我哋中國人咧就用佢攞嚟咩咧？牛油果。牛油果。牛油果食就食多啦，可能未見過係嘛？嗱，原住姜絲嘅。兩日真係翻唔到流黃金係嘛？咁啊，你要攞根出嚟先分到。咁啱。好，身體健康大家。身體健康，身體健康。好，大家好。即係調嘅呢個茶。咁努力，即系青竹蛇有毒嘅，所以地下望一望嗰阵时候，你要睇住有冇啲咁嘅蛇。我照住呢条啊，系啦，系啦，第一佢望住系警戒中，你保持距离啊，系啦。咩？一、二、三，摸仲有啲水，倒埋落去。又是放到度，大家开始如无饮血。哇！戒有咩啊？好难搣，唔系就戒咯，睇睇到。原皮食啊！一二三，嚟啦！大力，系大力啲，好得掂啊！就系咁样啦。你放心，三棵嘅啲叫，嗰棵系黐埋嘅，另外两条系佢同一个冇珠嘅。抌啊！
我哋平時食嗰啲，我跟住嗰個。加雪，佢應該係甜。即係啦，跟住再拎過嚟，小心啊！神圣的加冕一刻，喂，又要行行过红火位，系啊，你想加冕咗？啱啱个位，系啊，你行翻啱啱个位，然后转左唔系转右咯。喺呢度有一个咯，我知道。系咪仲有另一个啊？仲有另一个应该。帮我哋搵啊！你唔好过嚟啦，边条你俾我？可以叫你行先嘅，出翻去，然后转右，系啦。我哋而家過嚟你哋嗰邊一齊走吧。誒，蒜苗俾我啊！你拎個垃圾包嘢就係啦。你 OK 好啊。你打開個袋，打開袋先。我繼續食穩陣嘅，同你今日行過一樣嘅啫。咁快？呢個好大個陷阱。你唔好踩呢個位置，唔好踩到。唔好踩啫，算啦。呢度，呢度唔好踩。OK。哇！真係。可以近啲，跳啊！一二三，好，哇！兩個鐘頭得噶嘛，係啊。一，望住鏡頭。二，一二三。二九，二九，一九，一，我第一批走。大家頭先聽我哋講過，呢個島嘅南邊係比較多礁石同泥灘嘅，呢度就係其中一個位置啦。我哋叫佢做紫砂灣。好。要淋水先啊！呢一個。咁樣冇話種啲咩嘢咁噶？前面已經有啲比較分支咗嘅嘢噶啦，拆散曬嘅。我直接我哋種曬上去就得噶啦，但係唔使我乜事最咁啊嘛。仲可能就同盤嘅種埋一齊，嗰度兩盤嘅。我背后嗰份 ，OK， 多谢你卖嘢啊。屋企系咪揸个袋啊？我同屋企都揸个袋嘅。屋企屋企，但系话翻你哋个位置俾我听啊嘛。翻嚟拍，翻嚟拍。多谢老总啊，等晒暂时未见到新嘅试牌，多谢。咦，你咪去咩？入面只好。边好多垃圾？系啦。我哋喺真係跳上嚟上嚟，一隻手中間集。
箱膠未清喎，仲有兩袋膠。誒，塑膠嗰邊喺村嗰度，係啦，等我哋拎埋上船要係。我哋留翻個好有份量嘅位喎。阿女唔廢㗎，阿女。